今天非常受感动，也非常受启发。我呢，辞旧迎新，也可以说是蜕变。站在国际新起点，新的未来，新的机遇，才有新的大的发展。 我呢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真实的感言，真实的故事。第二，你在展望未来。平时在初期创业，我就怀揣我的梦想，健康人类，服务于社会。 抱着这种理想，这种信念，孤身一人来到天津。在那个时期，我当天就拿下营业执照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我总结就是：我做人。 做事必须要做人，要心正，要正自己，才能信念慢慢的，能量就是更强强的。第二个营业执照更创奇迹，在95年的8月份。 创新了知晓牌照，83就是那一天，给期限这个牌照。知晓经营范围就是知晓。第三个奇迹，就创新了以网中带电，电中带网的，能跨地区。 还能跨国界，就靠着这种信念和创新，从95年到97年，以网中带电、电中带网的跨地区、跨多国语言、多国文化、多国法律。 跨要素的资源整合，跨入了37个国家。要想发展，第一，想修路，以网中带电、电中带网的给我们修了37个国家的路。这是TIENS的创新。第四，一个到。 俄罗斯开国际37个国家的国际年会，83周年，没有出过国参这么多的国家的会议，第一次，我的梦想就给我信心，就给我这个能量，要在红场召开。 健康的革命的铁质大会，邀请了127位部长以上的和国家的领导人，在那时候，就是信心满满的，能量更是强强的，折服了俄罗斯这些领导。 第五个奇迹，就是我说沧州话，不会说普通话。到世界各地都是我一人，到任何国家去，提了好几个箱子，在第二次创业，叫艰苦创业，走向全球。
到任何国家去，开完了会，安排完了工作安排和行程，安排完了后就上另外一个国家，从这州又到那州，从来没有走过错。有的好多记者就问我，你为什么，凭什么你自己说不会说英语，也不会说普通话，说家乡话，上那么多的国家孤身一人开拓市场？我跟他们很简单的回答了，我就是靠着我这种精神。所以要讲这些个真实的故事很多很多。首先我就总结，做事儿，首先第一要做人，做人得用正心，人一般都是偏心，得用正心正自己，你才能真正的信心满满的，能量就是满满的。舍得，我感觉这叫舍得，有舍就有得。放下不能影响你的实践，不能影响为了腰胀错过商机，这是关键词。所以天师这21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经常被折腾，天师折腾求发展起来的，这叫历练的考验，经历了。我们现在我们提出第三次创业，为什么，凭什么要提出第三次创业？因为我从2011年带着一批高管到2012年上世界各地几大区都排查，做详细的调研，发现了很多问题。那时候真正的经过深入越调研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看出很多很多的问题。那时候我就本身就要想提第三次创业，那我的工作资源那上都有，因为到世界各地排查，内心痛苦，看到这种现象孤独又痛苦，着急上火。那年我得了病，所以把天师第三次创业延长到去年。所以在这方面我给大家分享，可能大家就醒悟和感悟，真正做人做事，首先第一要做人，正心要正自己，不能偏心，这样才能真正的有信心满满的，能量才满满的，才强强的。这是第三次创业的必须要求的这方面的人才，这是心态。第二一个就是沟通能力，语言表达能力，
沟通能力、协调能力。协调能力就是领导力，协调能力你还有具备人格魅力，大家才能心服口服，这叫服众，这种协调能力。协调能力只能占30%，你还有具备能融入能力，融入团队，融入社会，融入政府，都能融入，能上下都能融入。融入得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观察力、洞察力才更强。你发现问题，善于解决问题。第三个，必须要有抗压能力强。抗压能力，心态根红苗正。第一，要做人，首先是做的是懂得人情世故，你才能真正的做到一种做管理。不懂人情世故，就不会做管理。有的好多人就跟我说，为什么还要建大学？这都给我留下很多的课题。我有爱国情节，有民族情节，还有更有教育的情节。所以从国外多拿出多国的货币的现金，我感觉办教育，民强国才强。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，为这个梦，我来圆这个梦。平时三王合一、七王互动的新指环理论的，它是一个革命，不是一般的革命。家庭消费创富，经营家庭消费更创富的，能保就业、保创业、保健康、保安全、保发展，它真正的利益每个国家、社会和公民，能做到真正的叫共鸣、共存、共担、共赢、共发展、共荣，一体多益，在多方都受益，互联互通，汇通天下，相隔一张，环环相扣，层层叠加，这个字非常有意思。所以我们能弄好的创新的模式，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模式。我看自豪的今天告诉大家，这是TIENS在全球是唯一的，没有第二一个。我们这个模式在21年搭建的这个平台，这个国际化的平台能成就有梦想的，相信是成功的开始，坚持才是成功的终点。成功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，成功是给那些真正的甘于付出的人。没有天下掉馅饼的，坐享其成的。我们这个全球化的平台，我们在这种基础又注册了37个国家，在亚太区域
在韩国，中国的台湾，老挝、柬埔寨、文莱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，还有斯里兰卡、尼泊尔、阿富汗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巴西、阿根廷、乌拉圭、巴拉圭、非洲，就是埃及、摩洛哥、刚果、刚果金、刚果布，还有中东的阿联酋、迪拜、黎巴嫩，欧洲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、希腊，还有法国、挪威、瑞典、丹麦、芬兰、土耳其、以色列，在这些国家，我们有向全球招聘的都是本土化的、主流社会的、专业化的、国际化的人才。这些人才都是做成事的人，励志的，甚至是帅才，独当一面的。他们都有梦想，都有怀揣这个梦想，都有很有自信，能量满满的，信心满满的，来为了天师第三次创业动读了天师的发展战略。他们有战略的眼光，有战略的思想，有战略的格局，他们选择了天师，这叫选择对了，志同道合。所以为了第三次创业的这个梦想，我们共同走到一起。在这种基础，我把我的部分给予这些真正的励志的、做成事的，甚至是帅才，把我的股份给予这些人，叫共存、共担、共赢、共发展、共荣、利益共担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改革。第二一个就是我们的模式，一体多益的模式。这个模式就是要做到一体多益，在多方都受益的互联互通、相互置换，肥水更不流外人田，天师会通天下，相隔一张，让在我们运营每个国家的当地货币省值不贬值、汇率不受损失的置换每个国家独特优质产品，汇集线上线下，这叫相隔一张，也叫置换理论，也叫汇通天下，都包括在内。第三个，我们的制度，我们的制度，我们经营了这几个月，在全球都相应，但是在发展过程当中，我们在这还在优化，还要再提升它的动力，再完善、再提升。
第四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的模式，我管它叫同根同源同祖，要覆盖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，统一模式，统一一个制度，统一一个教育的模式，统一一个声音，没有杂音，要让他真正的我们的知晓守则现在要制定出来，管理守则和教育守则真正形成一个闭环，叫规范市场，规范发展，都是统一一个声音，统一一个模式，统一一个制度，统一一个企业文化。第五个就是我们大共享，全球大共享，集团共享、区域共享、国家共享，把我们的业务配合市场万千亿，移到市场一线，聚焦可量化的用数字说话考核，考核又算什么？叫一眼看到底，一眼看到底，思路效率不走偏，这是规律，让它上规律和坚持真理。真正做到首子两条线，权力下放，人权、财权、业务权都要下放，所以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眼看到底，一眼看到底，思路效益不走偏，这叫鬼槽效应，这形成个规律和规范。这五个第一，真正要创造奇迹，必须要环环相扣，互联互通，真正的它的核心价值都创新了，落实好，创造巨大价值，让它世界第一，业绩第一。第二个，降低的个人的收入，在知晓行业也要做的第一。但是没有天天掉馅饼的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第四个第一就是荣誉第一，我们在第三次创业，我们定每一个国家，不管发达国家、发展中国家、落后国家，都是主流社会市场，让社会认可，这叫培养产品的品牌的价值和依赖性，影响社会、上层社会和贵族社会，带领社会和引领社会，这个定位，我们在这个定位要做到真正的叫卡卡能升级，卡卡能登顶，卡卡能创奇迹，也叫周周封顶，顶峰相见，见现金。不能按照过去的观念，你到一个月，到后一周你才工作，这叫周周有工作，周周能创奇迹，周周能封顶，周周能见现金。必须要转变新观念，蜕变工作习惯、工作作风，要转变这种新观念，
才能创奇迹。所以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荣誉，要创造社会价值，人人创造社会价值，在社会才能认可，这叫尊敬和尊重，尊敬你，认可你，这叫创造创品牌，荣誉和品牌的价值，也要荣誉第一，世界第一。所以我们天师第三次创业，真正做到三王合一、七王互动的新之花理论的革命性的一体多益，在多方都受益。现在按照我们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和战略战术的，现在正在整合，有的也正在起航。所以轩人现在是天师第三次创业的重中之重，这是承担着一种责任，一种使命。选对了，把我的战略再好一栓，选错了他也做错了，就是选择人才，人才是财富，不是人才是报复。我们必须要甩掉我们选的都是人才，创业的人才，能成事的人才，能励志的人才，独当一面的人才，这样才能打好板子，带好队伍，能引领大家共同携起手来，共同进入世界五百强。今天我看到今天领奖的这些红种子，我就看到希望。天师感谢新朋友，更不忘老朋友，我们共同携起手来，我们共同都是好朋友。天师加油，天师第三次创业必胜，一切都好，谢谢大家。